复旦微电子的 RFID 与存储产品线，依托自主研发的射频模拟高可靠高性能存储器和安全防攻击技术，已形成了高频逻辑加密卡、高频 RFID 标签芯片、超高频 RFID 标签芯片、 NFC 标签芯片、 NFC 通道芯片、安全标签芯片、接触式存储卡芯片等系列芯片，是中国 RFID 芯片产品最齐全的供应商之一。产品线年出货量超过12亿片，其中复旦微电子的防伪溯源技术已经在高端酒类、工艺收藏、药品等众多领域实施应用，具备丰富的场景经验。标签可采用外贴、嵌入及其他等多种方式，耐磨和防腐性强，可与二维码、激光雷射等传统技术进行码加芯关联使用。此外，复旦微电子的 RFID 产品在图书馆领域也有广泛应用。图书自动分拣系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，采用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，对贴有 RFID 标签的图书进行扫码，完全取代繁冗复杂的人工操作，实现图书的自动化管理。